Merci. Bonne fête. Bonne fête. Merci. Au revoir.昨天看了一个文章，就是说巴黎是全世界最吵闹的一个城市。我就觉得很有感触，就是因为我每次拿起手机来，我想要你发现我的视频里面其实我很少说话，是因为如果在面一旦说话的话，就会有火警车、救护车、垃圾车、各种摩托车的声音，就是大概可能每两个月我可以拥有30秒的户外安静的时间。我这个羽绒服我真的很喜欢，它有一个设计，就是这个摁扣它可以这样摁上，就好像那个眼影盘这样，我不用拉里面的这个拉链就可以咔咔咔咔就可以吸上，非常的暖和。